开始吧。他在那里拿螺丝。先拆那个底板。等一下，在这里。这里取出来，还有这边两边的鸟取出来，可以。把这个拿过去，啊，可以。然后把袋子取掉，灯板。扣的时候一定要对准。可以看，先看一下这个针有没有歪，如果没歪的话，我拿着。一定要对准，扣准，好了，然后你把那个灯板扣，行，把八根灯板都扣好，然后锁螺丝，螺丝有那个螺丝，你就把那每根灯板锁一下就行了，就锁一根灯板。锁每根灯条锁六个螺丝，锁好之后，这个固定块放在墙上，然后这台机灯板锁好之后，调准滑轨对准，从这里插上去，然后这里锁一个螺丝固定件，这螺丝啊就可以了。